上爱教育电台。欢迎收听胎绿游乐园。你心里头有什么 A-list 的这种名单吗？那种梦幻名单这样子。Of course, for real,、是一个 Kanye West,、是一个。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 Billboard 我看一下，哎 ，Nick 你的名字在上面。我觉得我希望。我希望可以当然让更多人听到我们。你自己应该有这个梦想才是吧？我没有想那么多，真的假？但是 iGo 这一次，我原本的确是想要先从海外出发，因为我觉得它更适合。它确实。然后我必须要说，其实 iGo 我给了很多海外的朋友 ，iGo 也好 ，All These Girls 我觉得都很适合。其实我觉得它在海外发展会更好。嗯，就是我觉得那种上 Billboard Hot 100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感谢。对，只是就是那怎么去推它这样子？我就卡在怎么推。我就是卡在怎么推。对啊，尤其你看这两年 BTS 或 Blackpink 还有之前的那个，是对他们都是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、是有机会的。对啊，所以下次你叫 Sweetie 或 Pharrell 也可以合作一下。对啊，因为已经有作品啦、啊、是，对啊，然后你只是要这样跨出更大一步这件事情。我努力，我就去努力。 对，也许哪一天真的哇 Nick 出现在 Billboard 的榜单上面。而且他们现在其实回来用抖音 TikTok 在 promote 他们的东西，这个也很让我 impressed。 是因为亚洲市场现在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了、这几次好多很 hit 的歌几乎都是 TikTok 帮了大忙。是，你有在用吗？我不太会。我不太会。要不要试着学一下？有我觉得这个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这次我们这一次其中的宣传会加入 TikTok。 哦、cool。 会嘟嘟嘟Open your mind, 就爱教育电台。嘟嘟嘟嘟，Shoo be doo bow。